而在花莲市第一选区的议员选举状况部分，民进党在这个选区呢提名了两位议员候选人，在最后紧要关头呢也面临到选票瓜分配票的压力。登记十二号的候选人胡仁顺他指出，第一选区绝对要确保两席民进党的议员都上垒，才可以在花莲县议会制衡其他政党权力的分配。胡仁顺，动算，仁顺，仁顺，仁顺。选战进入倒数时刻，各候选人卯足全力催票拉抬选情。民进党在第一选区提名两席登记十二号的候选人胡仁顺指出，第一选区绝对要确保两席，才能够让花莲县议会制衡其他政党的权力，让民主制度更公平。代表候选人 A 号欧彦智本人亲自跟你拜托，拜托。选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那已经进入晋升的肉搏战哈，那这一次民进党在花莲市提名两席哈，那也在这边要强烈的呼吁民进党的所有的支持者，一定要让这两席全上，在花莲市力保两席议员全上，在未来在县议会才有制衡他党的这个能力。那也希望在未来议会能够有三席以上的民进党籍的议员才能够成立这个党团，那在议会才会更有力。在这边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选战接近，在11月26日就要投票，恳请乡亲全力来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十二号胡仁顺，再次跟所有的乡亲恳托。大家好，拜托你，你手中神圣的一票非常的关键。从打空战、文宣战到肉搏战，地方选举还是需要长期的经营。花莲长期在蓝营占多数的政治版图之下，所有第三势力要在蓝营的夹缝之中闯出一片天地，技术上尤其困难。胡仁顺再次呼吁乡亲能够坚定手中的一票，支持他，让民进党在第一选区两席全上。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加油啊！共创啊！大家好，加油！谢谢。